你小子又在搞什么飞机？我的艾斯宝贝。Hello， 兄弟们。可以开启起司时代吗？想我的扣一，不想我的扣眼珠子。那兄弟们说，我还是扣眼珠子吧。那我走。啊！别！嘴巴上有东西，别动。你这就准备回去了？跟我刚刚见面啊？你可不可想喝点什么吗？我想喝咖啡。咖啡，星巴克的可以吗？也不是不行。那走吧，我请你喝咖啡。可以回到我的身边，继续做我的迷人的小公主吗？啊！艾斯，我爱你啊！我爱你，哎，四季送给你，你喝吧，能给我再买一杯？干嘛呀？这么介意吗？兄弟们，你们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？我满眼都是他，我满眼都是他。你妈放松。他以前就这样的家人。他以前放弃，我是这样的。他以前满眼都是我，真的。你干嘛哟？你要走吗？那我送你。那给你一个送我的机会。那会付车费吗？走吧，兄弟们。拜拜。真走了，拜拜。真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哼，你以为我真的不走吗？兄弟们，他能不回来吗？我说怎么有点不对劲？好的。我喜欢你啊！如果你愿意和我在一起，我会放弃我身边所有人对我的青睐。换一个和你确定的未来。你再走我就喊。别喊了，我不走，别喊了。Later。城管。你在哪儿啊？那我现在，反正我现在也是，就是打算回去。我朋友喝多了，我顺便去接一下他。这你朋友吗？我不管。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，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他比你亲好吧？刚分手就……你嫌不嫌丢人啊？那行，我们找人少的地方说好了。我认识你，但是不认识我不可能走的。你今天也没想好好在这边喝酒，打算告诉我是不是？谁？谁啊？你告诉我！不要错了。别闹错了。别碰我，我真觉得非常的。膈应，恶心！别碰我，我喝酒去了。哎！你不就是偷偷查你手机吗？我以后不查都不行吗？我真受够，我每天上班就很累了，我回家还得受你气，我真受够，我真忍受忍够了。我也祝你幸福，我也祝你幸福，你别碰我，我不想过去，别碰我。我也祝你幸福，以后别再纠缠我了，微信该删删。可以吗？我也祝你幸福，以后别再纠缠我了，微信该删删。完了，我刚喝多的时候跟我妈发的消息，就这样回了就完。你说了啥？我跟他说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，好难受，我都还没回去了。我今天来接你就是错的。我刚分手，你不能体谅我一点吗？Later。啊，行，那拜拜。没关系。啊？喝多了，他回去就要睡觉了。没关系，走吧。你就是哪一组？你又不喜欢他，我邀请他上去坐坐呗。觉得我蛮喜欢这种类型的，长得也蛮帅的。走，我邀请你上去可以吗？哎，不会我邀请你，你这么不给面子吧？哎呀，好了，没关系。喂，你吃。哈，好甜啊。干嘛呀？让我上去，愿意吧？
都这么帮你了，他都不正眼看你一眼。我觉得我喜欢你这种类型。就是、看不出来哦，看不出来你有多喜欢我。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艾斯，想跟他复合，咱俩发展发展也没什么。哦、Nice。可以吗？差不多，得了，七哥。谁啊 ？Later。没有，妹子。这是我。这是谁？啊，12点。对呀、啊，艾雨森现在怎么男孩子被他叼到家里来了呢？我不可能那么晚叫孩子过来，真的。不会的，大姐，就是你非要带他们上来的。过来过来看看，你晓不晓得？你不跟我说两句？啊，我说啥？你怎么半夜三更把男孩子叫到家里来的？你不是你女儿吗？这个，我女儿说是你的朋友哎、啊。是我的朋友呀，然后我只让他们送到楼下呀。不知道女孩子要稍微避避那个的嘛？你这个。这半夜三更把男孩子带到家里来，我既然碰到了，我就问问你的啊。那你既然是跟我女儿谈朋友，对吧？那你为什么她去喝酒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们是哪里的？我是西安的。西安的。西安的在这里杭州干嘛的？就是工作呀。在这里工作的是吧？西安的。西安的人到杭州来跟我们杨州的女孩子找对象，养父母都是一样想的，本地人总想找本地人的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你西安的话再怎么样你不能跟我们杨州相提并论吧。是吧，这些东西。那你在这里你有什么东西啊？首先一点，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讲究房子车子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是吧？女孩子嘛，是吧？我想你们那边肯定也有这一点的，对吧？那么你们如果说你说你认为你们家条件很好的话，那你想在杭州买房吗？就是有资格，你一定买得起了吗？阿姨，你这么看不起人呢？像杭州本地的啊，你们本地、啊、本地的，我跟你说是随便怎么样，你一拆迁都是几套五六套房子的，哪怕你就是买商品房，都是几套房子一家。你说那你们家？我家没有房。那好了，那你怎么来追我女儿啊？那你怎么来追我女儿啊？你还是离我女儿远一点啊！阿姨什么事？不要说。阿姨说中文行吗？不是说那个啥，我听不懂。所以说你听不懂啊？你还跟她找对象，跟我女儿找对象，杭州话都听不懂，还说什么？我太难了。你找对象，还真是的。杭州话我跟你说，书本上都能翻得到的。啥时候有说你们还斗地主呢？还想问你到底有多少存款，杭州有几套房，我替他说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这个阿姨就不太好了吧？其实好是看上去不太好啊。啊。但是理是真理，感觉话有点糙，但是理是真理。手机可以看看吗？这个就算了吧，阿姨不太方便。但是我觉得。如果这一点，如果说你没勇气给我看的话，那我觉得没必要你们交往。我又不是被人总关去的。那你们回去吧。啊？你们走了。刚不是你让我留下来的吗？我留下来，我已经换钱谈完了，我已经已经了解差不多了。你既然没诚意谈完，你就回去。我给你看一眼，给你看一眼，看吓着老人家。人家我数五下，你等一下。你是拿着别动，你手别动，别动手别动。我照一眼，我照一眼，照一眼，照一眼，照一眼。他想看一眼，看一眼就好了。这有什么呢？我你不是说你炫富不炫富，这个就是诚意，你知道吧？来，我照一眼，我照。行，那照一眼啊，那照一眼。照一眼。那你照吧。那我数不灵清了，这么多。那我数不灵清。没事，你数数嘛。走。那个不是钱江世纪城，你知道吗？就 SKP 那个，我知道 SKP 不是在建吗？它旁边有个兰博基尼酒店，我买的是那里，就是因为我买的是那种公寓，不是住宅。你就像你说的，我们外地人没有资格在你们杭州买那个什么嘛，我社保没交过4年，然后买的那是个兰博基尼公寓，一平米大概是15万，我买了400多平，买好了是吧？我父母是做企业的，就是我们家是做那个酒店连锁的，就是华珠会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个酒店啊，对，就什么就是那个全季啊，还有那个什么橘子水晶。对，我们家四千多。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
不是，我们家4000多家酒店，在全国。嗯，来来来，坐过来坐过来。我坐着挺好，阿姨。坐着，来来坐这里坐。哎呀！我跟你说，人们这个东西嘛，不打不相识啊，一回生二回熟嘛，不打不相识。你们呢，好好的聊聊，好好的谈一下，是吧？嗯嗯。东西有缘分的发展下去，成为我的女婿啊。你快回去吧，你快回去睡觉去吧。那艾斯，你跟我走。我去哪儿？跟我走。今天我给你解决地方住，你不要住在这里。走吧。我去哪儿？你在这里干嘛？我家为什么能待着？你跟我走吧，今天，你跟我走。走，你搁这跟我演戏啊？你搁这跟我演戏呢？我什么就跟你演戏啊？我你刚刚还让我朋友走，你现在怎么就到我走了？哎呀，你什么女朋友呀、啊？你那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怎么女朋友、啊？让他们两个人慢慢的好好的聊一聊嘛，是吧？那我们走吧。那他还是我前男友。前男友就过去了，为什么加个前？前就是过去了，知道不？过去了就过去了，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。那、这样吧，阿姨，这样吧。这样吧，咱们出去吧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不用，我们走。咱们走。我走，咱们走。我走。